近，我相信你温暖又贴心，也会包容我的情绪。我是你的巧克力，乖巧可爱美丽，轻咬一口甜蜜，有点想你。要做你的巧克力，咖啡色的爱情，请别怪我着急，想每一天都有你。今天是7月1号早上的6:43，哎，我们的团员台北都到齐了，我们要去金门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到金门之后，台中还会有6位来跟我们会合。来，我们台北的团员有这边，来挥挥手。我们来到了金门，第一站是吃闽式烧饼哦。那我们所有人都到齐了，有台北来的，有台中来的，好、哦。早餐买了烧饼之外，现在还要买这个广东粥哦，老店哦，老店哦。我们现在换完古装了，哦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拍一个好棒的影片。来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啊，我们太晚出发了，导致现在涨潮了，我们都要涉水而过。那个天女神，那个对，尽量不要啊，我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金门的水头码头，我们要坐船去小金门。现在我们搭上船了，我们要去厦门，开玩笑的，我们要去小金门。那我们都已经就定位了，我们的两位的什么摄影师，好，都已经准备好帮我们拍照了。来，挥挥手。来，挥挥手。我们等了那么久，就等这个，终于上菜了。哇，相机、手机拿出来。哇，很大一盘哦，很大一盘哦。
我们来到了金门镇总兵署，就是所谓的衙门啊。我们来到了清朝的衙门，好，那刚好我们现场有一位包青天在上面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包拯，喂。我们来这边呢是要看什么？看那个弹孔，它的那墙壁上很多的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这是弹孔嘛。我们这一车呢，今天最后一天，第三天，我们这边要结束了哈。那我们是西车，西车呢要回台中，他们是三天的，拜拜，拜拜，给咪发一下，哎呦，再一次，哎呦，好啦，那因为我们来，今天是我们的金门四天三夜的最后一天，这次的旅程呢是非常快乐、非常轻松的，而且是非常完美的 happy ending。那最后一个画面，我们让所有人。再看清楚一下，我们所有人的团圆的什么？来，超过我吧，来吧，来，慢慢超过我。